下你的后脚，脚后跟，你的右边，右边很好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一样动作，转到左边，加油。好。轻轻走一走，一二一二，来手拍手，双手借我高举过头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往舞台中间靠近，你们就看得到我。来，充分的暖身很重要，加油加油！来，准备屁股借我推，右边、左边，两个两个，右手、左手，屁股摇一摇，哦耶，美女姐姐很棒，加油！左手，很好。来，你的脚轻轻踩点，踩点，踏点，很好。如果可以，借我双手推出去。要不要上来台上陪我？来，加油，加油！
今天的海风马拉松哦，是要跑我们的永安渔港的周边。今天风真的有点大。那不过呢，这个永安渔港的周边哦，是最漂亮的海岸，那也是最美丽的客庄啊。这里有永安渔港，然后有附近还有一个农博的基地，还有这个绿色隧道。那大家所在地这个地方呢？这个今年开始要变成是一个海螺广场，好，已经完成设计，所以将来整个永安那个各种休闲的设施还会增加。那我们桃园有30几个马拉松，那这个是跟这个海风马拉松哦，应该是一个最有海洋味道的马�拉松。那今天有5000人参加，那天气有一点稍微，因为今天天气转凉，我跑起来应该很舒服。那希望大家喜欢哦这块土地。那 我想今天路跑协会跟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就绪了，希望大家放松心情。哦，当然永安渔港确实正在改造，这个大家如果跑完以后呢，也可以到农业博览会的基地去走走。哦，这个是全台湾哦，这个在农业博览会的类型当中哦，最具有科技、最有文化成分的。好，那今天就因为今天等一下就要6点要正式开跑，那么今天的这个42公里组的听说报的1000多人，比较多一点。好，好，谢谢我们的这个我们渔会的这个我们现在的理事啦，简秋龙理事哦，也代表到现场。那永安渔港这边的渔会呢，他们所捕的渔获很多在我们的这个观光鱼市里面都有贩卖。好，哦，这个是我们年轻人哦最喜欢来的渔港，啊，也是哦这渔产呢非常新鲜。好，哦，大家这个往后今天跑一跑，往后如果有活这个时间上许可，也可以来体验哦永安渔港哦新鲜的海产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谢谢我们市长。啊，大家可以体会到市长带着沙哑的声音还是来跟我们加油，我们再次掌声谢谢。啊，我们在
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起跑！Thank you.
四名冯雨仁。第六名彭国雄，恭喜。第七，好，第七名郑建来，恭喜。好，第八名杨静堂，好，恭喜恭喜啊。好，我们请颁奖人跟全体得奖者一起合照。好，我们恭喜以上得奖选手，谢谢。